好的，少爷，我马上过来。少爷，少爷，哎，主人说的对啊，明的不行，咱们暗的嘛。 不知道被什么人指使，让林氏集团因为沈氏集团的牵连给破产了。什么？敢欺负我孙子和孙媳妇儿！走，我们去绿园市。走，老爷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有人想在绿园市斩断智勇和轩轩的手臂，让他们孤立无援。那我们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 什么？我们刚扶持起来的公司和我们的合作都中断了。别急，那些中断合作的公司，我到时候再帮你拉回来就行。重新拉人脉要给优惠，花不少钱呀。给不就好了？目前公司的财力根本做不到啊。这个不用你操心。沈闯红幕后的人啊，终于出手了，投入了大量的财力，只为再次打通关系啊。 越来越好玩了，跟我拼财力！算了，不跟他们玩了，直接一了百了。知道了，老爷。哼哼，我的孙子不允许任何人欺负。不好了，所有和我们公司有合作的都易主了。所有的？对，而且有可能那些有合作意向的也都易主了。 志勇，你听说了吗？沈闯龙被绿园市所有的公司都封杀了。嗯，我也是刚看到。能有这个财力的，怕是只有爷爷了。你在想什么？啊，没事。喂，少爷，老爷要见你和轩轩小姐。孙媳妇，林氏集团。 我给你买回来呀，你可要看好喽！谢谢爷爷。哎，张志勇，你不是说爷爷有妄想症吗？啊，还挺严重的。你个小兔崽子，天天别拍爷爷！嘿，嘿嘿嘿嘿，丫你，要不是我出手啊，也不知道你要斗到何年何月啊！好啊你，居然又骗我！哎，老婆。 这事朱有英啊！那你把话说清楚。20多年前，我爸妈相爱，私自生下我，可是爷爷强烈反对，因为他定下了王家和张家的婚约，于是我爸妈就私奔，积钱惨到不测。等我长大知道后，就一直怪罪爷爷，一气之下就远离他乡。那你为什么要隐藏你继承人的身份？那是因为爷爷不让我参加神秘组织，还和我打赌，如果期间向他寻求帮助或者继承产业。 就要听他的安排，和王家联姻。可是我只想和你在一起啊！对不起，志勇，是我错怪你了。唉，我真是老糊涂了。当年害死了儿子和儿媳，现在我又逼着孙子有家不能回，是不敢认我。我呀，真是该死呀！ 我爸妈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，我希望你能成全我和轩轩。是呀，爷爷，我和志勇会好好孝顺您的。
我们不要什么华语资本，希望你成全我们。哎呀，好孩子，那快起来吧，快起来。其实爷爷我呀，已经知错就改了。其实啊，当时我第一眼看见萱萱的时候啊，我就喜欢上了，我就觉着她就是理想中的我孙媳妇的人选。关于和王家的联姻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太好了。张老爷子，你屡次违背诺言，这不合适。怎么了爷爷？居然是你，居然还敢找什么人？敢问姑娘是？你是王老太的人？没错。这王老太是？就是王氏的掌门人。当年我和他立下誓言，让我的儿子和他的女儿定下婚约，以弥补我们当年的遗憾。后来没实现，就改成了孙子和孙女。过去的爱恨情仇就让他一笔勾销吧。感情这种事情不是靠誓言来维持的，而是靠真心。说得轻巧。啊！哎，好疼好疼！伤好了？多亏他爷爷给的密药，好得很快。是你，雪儿，你不是带韩德军去国外治疗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倒是因为你们，才害得德军重伤，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韩德军这个人心术不正，你跟他在一块只会一错再错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永远都是我的表妹。表妹，李萱萱，你是千金大小姐，我可不是。我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，看人脸色，直到我碰到德军，才给了我一丝光。他现在被你们害得性命垂危，我怎么可能不恨你们？韩德军不是什么好人，因为你是萱萱的表妹，我们才不会不管不顾让你去照顾韩德军。至于现在方面，我们会全权照顾你的。是表姐没有照顾好你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爸爸，爸爸你来了，咱们拿钱弄死他，砸死他。爸爸，我跟你说，说他最坏了，我说，咱们最有钱了，是不是？你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。哥们儿，给点钱花花呗！我跟你说，我最有钱，我还你吧。你好没？好了，我们得赶紧收拾，爷爷等会儿又要催了。不急，我先送你个礼物。这是之前的宝石，你把它赎回来了。爷，我的好孙子，是不是该考虑一下继承爷爷的华语资本的事了？为了成全你们呀，这次呀，咱们不赌了。另外呢，王家那边我也不管了。爷爷真潇洒。见过队长，你是组织的人？是队长，你隐藏身份这么久，不想让组织找到你。要不是最近几大家族的纷争，我也不知道你在这儿。我已经找到心爱的人了，不想再过打打杀杀的日子了。你回去吧。队长，你觉得绿源氏会这样太平吗？你真的能过上想要的日子吗？队长，你先看看这个。
这是死神令牌，此令牌一出必要见血。这是组织的密令，老婆，为了你和爷爷的安全，我必须要离开了。会长为了留你开了死神令，你可以不执行，换人去就好了，只怕到时候目标人物会死得更惨。这次的目标是什么？张之勇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我好想你。这个人背影好熟悉。